我先把这首兼容模式给它拿过来，谢谢央都。没有人要喝茶。泰坦。在哪里可以买到猴宝？ 在直播间，现在是4444票啊！直播底下就能给视频投票了。今天来个5万票有问题吗？一人5票，5万票也就是1万个人投票了，这不很轻松的吗？ 谢谢登徒浪子。我请求与你决斗。闪现了。他们说直播间加上你都没有1万个人。直播间加上我，我有没有我，跟1万个人也没啥关系。你们也不差我这1个人，我退群吧。万劫却难逃一死。 你给我起立！这波别急啊，这波可注意看我怎么杀他的啊！首先先让他 A 我们，让他打个余震。好，他升了吗？他升了，那杀不了了。我起立，刺！我就不杀了，算了。我说我让小兵卡位了。 让小兵给我卡位。那泰坦二级学个抠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我指着没菜了。你这个什么？啥？ 想勾我，尝尝我的口臭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你给我起立，刺儿刺儿刺儿。那你这波不死啊？我沉默起立，平 A 刺儿刺儿刺儿。平 A 起立。 队友传来捷报，这捷报捷报的咋这么快呢？转眼一间，我看15个了。我要咬断你的腿！大虫子到底想咬谁的腿？是咬我的腿。 你要咬哪条腿？先生有何吩咐？干什么？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！起立，再见。少了啥都不显得我心中。 耶，我走了，回家先来个小日炎。幼虫呗，幼虫啊。13厘米的腿，抱歉，没有，没有那么短。
你给我起立！你给我起立！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！我怎么经验会比他少一点呢？这重印大虫子，我说实话啊，最近是挺喜欢玩的，感觉重印的爆发很高啊。你给我起立！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我吃。给你口一好。我刚才以为泰坦是升六了，我一看他才五。看岔逼了，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起立。看看有没有红啊？传了呀！我确定我传了。啥？啥？啥？可能是。耶，那泰坦不还是五级吗？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平 A， 平 A， 刺儿，起立。预判刺儿，刺儿，表娘。带你吃一层塔皮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你还猜呀？拉倒吧，我先回家了啊。看一眼啊，封面没上去，封面没传上去，不知道怎么。加油！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行。这不出个杀银手？杀什么银手？杀银手？不要杀银手，没用那玩意儿。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我们幼虫要什么杀人手？我要咬断你的腿！ Shut down。把他打拔了，飞机儿好像挺肥的呀，飞机儿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点燃，平 A， 不吃了，反线口，啊！给我下当了！随时可以起飞。吃兵啊！吃什么兵？吃人！吃人啊！
不知道为什么他泰坦从下边来了，我寻思他能从右边来呢，谁他妈上哪去了这人呢？520爱你们。我能渡万劫，你这个混哇，沉默刺儿刺儿刺儿，起立刺儿起立，口一行有没有人要喝茶，把伊塔给他拔了。大同的这个皮肤音效带特效的，他的音效和普通的大虫子不一样。谁？我请求与你决斗！我要与你决斗！这剑圣不行啊，我们没有大是不能打的。先别急啊，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口一行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要杀剑圣，一定要先杀剑圣，那剑圣的伤害我们扛不住，他全是真实伤害，他开个E加上那个变大。加上他海妖砍我有点疼，没有红，没有红。我要咬断你的腿！起立！哎呦哇！你给我起立！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咬你一命！迅哥要扛上！起立！飞机来了，打飞机不？算了吧。这边就不打飞机了，先把跳弹打了，起立。那哥们儿，起立。那飞机怎么跑了呢？是个懦夫和蠢蛋，我就回家了。这能回家吗？他中路要造反呢！我一看，先生又何分？给我追飞机！我390，他360，他跑不过我，还撞墙了。我刺儿刺儿刺儿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下路怎么回事？去看看下路的。嗓子有点痛。别急呀，鱿鱼，起立。拜拜，加油。这。起立，刺儿，口一行，感谢刺儿点燃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完了，都刷了，哎，这 W 给你放的，
先来个醉酒，我们再来个冰心儿。下当了，是吧？下当了。小龙也没了，峡谷也没刷，去下路吃人。让我们向绅士一样战斗。我马上到，把这锤石给我杀了。沉默，刺儿，体力，哎呀。老有伞可怎么整？快快跳弹！你让我过去呀！我把这人头都给我们砸了得了！别！死都不给我！让我吃他呀！是打我，你给我起来！我刺儿，起立，因为沉默，因为刺儿，口一行，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卡莎来了，起立，我有点大，我说实话，我有点躲不掉。我有点太大了，咱们来个紫炎之力这把，最后一件出个啥呢？来个防毒吧。谢谢 UEI， 还是来个反甲，反甲也行，来个反甲吧。先出反甲。哦，对，石像鬼还没出呢。可是有 AP 伤害怎么办啊？把皮鞋换了吧。反甲石像鬼。给小龙，对面两条龙了，好抽，起立，起立，真笨呢！你们打小龙，我去扣 ADC， 哼，我飞的。黄蜂之力真膈应啊！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活力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哎，好痛！口，不行了，我没血了，我就剩400血了。哎，居然有蓝 buff，
把剑圣杀了吧。先扫一下，看看剑圣搁哪啊？马上剑圣就得来，干他等了一会儿啊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口，哎，养着他，最后把他吃了。你给我起立！你咋那么狂呢？那北爵，走位。沉默，起立，哇，点炎，哎呀，可不得点炎。先来个反甲，插个石像鬼啊，黄图不行。哎，这好像不用卖啊，不用卖，波兰界留一手。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美甲血红卷，先变成最大的形态，再吃个药，然后一会儿把它卖了。这么大还走啥位？对不起，我太大了，我没想到我能这么大啊！我没想到。你手给我一下。为啥要给我戴呢？是我不戴戒指。我不夹了。我要咬断你的腿！快点打团了！你是不是没完了？你是不是没完了？我妈，你怎么能一直砍我呢？好勾啊！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拜拜，加油！啊？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打飞机，体力，飞机今天指定是走不了啊！刺儿，体力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口，坠机儿了，我看谁敢野我。W 闪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先把中塔推了，变大，呀，怎么没变呢？好像，体力，给我杀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。这把我能到二十升，我感觉。啥？先打个小龙吧。有没有人打小龙啊？起立，给我杀！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我好像有点疼。这个好像是溃败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好像是溃败了。我们迂回过来把它镜给他吃了。
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救救救救救救！操，还给我了个，还给了我个点烟。四小龙这团战不就没法打了？怎么全跑回来了呢？这帮人啊，不应该呀，诱饵吗？这是诱饵吗？1800差400，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稳。是锤石瞎当的，还行吧。这这团战往后打呀，不算这么特别好打啊。疼啊！刺儿！我口一哈，口一哈，对，体力。哇哦！剑圣拆家了，我一看这剑圣是想跟我们互拆呀，那来吧，你看看是你高地没好，就是你看看是你门牙都没了好，还是说俺们家掉一路好啊？来吧，小兵赶紧给我过来，来硬拆吧，沉默，刺，体力，来个石像鬼，出个大药，把皮鞋一换，来个水银鞋，不对，把这皮鞋换成美甲窃魂卷，我们是不是就是最大形态了？先用个美甲窃魂卷。先变大一手，等吧，等吧，别急，你走不动了，没事，我们就挨揍。美甲窃魂剑不加一次吗？打呀！哎，那他们先开龙，这可能就肯定得打了。打呀！这开龙了不去打去？哦，哥们儿，必须得干啊！这肯定不能让他们给龙给打下来，干啥呢？走吧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，走的有点慢呐！走的有点慢呐，这。嗯。我请求与你决斗。我先回趟家啊。小龙啊，小龙，走的稍微有点慢啊。主要是先得把他们家那个剑圣给杀了，谁让剑圣把我们家人都给杀了。跑的都有点快呀，我一看。
等会儿我，等会儿我，等会儿我，我得口一个，我看看。剑圣疯了，剑圣，那鱿鱼有钉啊，你等他抠你，你再钉啊。完了，收个小钉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变成笨逼了，先去再吃个冰，一百俩呢。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没那钱。等我啊，等我啊，等我，等我啊。我给我起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沉默平威起立，刺儿刺儿，人呢，队友呢，聚。怎么都没了呢？都死没了呢？剑圣没杀了，剑圣没杀了，而且我R没好，R要是好了，把剑圣吃了，我估计还能守一波啊。下把吧，进。